站是当年应该是我们太爷爷他那一代人奋斗过的地方，而我如今修建的这个京张高铁也是正在它的正下方穿越而过，真是穿越时空的交汇。从今天开始，整个教练组呢会对赛道和各个弯道的细节进行信息的采集，争取是在咱们连庆赛道上，在2022年能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表现，来报答祖国和人民。青少年锦标赛获得的冠军，我希望可以站在这个赛场上与全世界的高手同场竞技，更期待着在家乡的土地上唱着国歌，看国旗升起。开车大约得小5个小时，现在高铁1个小时1个多小时呀就能到了。大交通的这种便利程度、区位优势啊，我们会今后会进一步的把咱们的这个农副产品、一些这个有优势的产品啊推广出去。我们干事创业就要像毛狗马那样，要有一种吃苦耐劳、一往无前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。毛狗马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致富不小靠的精神力量。